用就当面跟我说，匿名者黑函公审大会。喜欢收集助兴的玩具，搞得在场女生很尴尬。真的有收集吗？因为有很多不一样的，很好玩呢、啊。谁说你的配给我拿错？哎呀！为了上通告假装自己是意大利人，明明就是罗马尼亚人。有一个意大利人想要把我干掉，所以那边一些企划说其实我是假意大利人。这些欧贝告你觉得是谁？佩德罗，我这个人今晚十点小明星打更班。